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芦洲的李阿土点心摊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，芦洲粉丝讲说芦洲的朋友都吃这一家店的餐点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说在地朋友常吃的。好，就在我上次吃的那个黑猪肉小笼包的旁边，手工黑猪肉小笼包了。好，那营业时间是早上五点到下午两点。好，老板娘你好，那想请问一下，在地朋友是吃空笼饭比较多还是面比较多？都有。都有。好，那我点那个空肉饭啊，加肉羹汤好了。哎，谢谢。你要肥的还是瘦的？那肥一点好了。对，感觉那个金针吃肉好像比较有特色哦。怎么说？都是自己做的。都自己做。每个人喜好不一样。对。那我还要那个卤蛋跟油豆腐啊。哎，啊，就要加矿买啊。哦，相当精致一餐啊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好，那现在忙就试试看啊。这个在地朋友讲说，这个在地人最爱吃的一家店呢、啊。好，先从这个肥滋滋的空肉开始吃起啊。嗯。哦，甜咸甜咸的口味啊，不错。再吃卤肉饭，卤得很入味。嗯，好，再次吃蛋不蛋 ，IQ 零蛋，你聪明我笨蛋，嗯 ，low 能呐。嗯，哇，卤的也很入味啊，不错，好吃。哦，饭也煮蛮好吃的，蛮粒粒分明的啊、哦。加这个卤汁的话是比较偏甜一点。哦，非甜非甜。如果有多一撮酸菜就好了。啊、哦，应该就是比较像南部口味哦。哦，算是这个蛮实在的啊、哦。哦，猪肉的味道很香。哦，分数是90分，还不错。哦，再来是油豆腐。感觉就吃的时候肯定要需要点配菜了，就是很快就把卤汁吃到剩白饭。嗯，然后油豆腐也很入味。啊，一样是甜咸甜咸的，然后吃起来感觉会黏嘴巴。这个是在地特色哦。
好，当然也感谢这个在地的朋友提供出你的口袋名单，让我来品尝啊，还不错。嗯，肥甜肥甜，带着微微的咸哦。好，南部风，然后白饭很好吃哦，赞啊，好吃啊。好，再来是这个金针刺肉汤。哎，我刚点的是金针啊，没关系，好，香菇就香菇啊。嗯，把这个汤头有点像台中的肉羹汤的感觉，也是有带点甜味啊。好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偏酸的男人啊。哦，喜欢酸啊。哦，好，就先试试看这个香菇肉羹汤。哦，没有吃到就留下一次吃啊。嗯，哦，它这肉羹是勾薄芡的啊，然后汤头很清爽，好吃啊，就是中南部口味。哦，这个勾芡很漂亮啊，薄芡，然后亮亮的，亮亮的。然后肉羹就是吃起来这个猪肉的鲜甜味很鲜明，嗯，好吃啊，相当具有这个在地特色啊。好，这肉羹的量蛮足的啊。冰柚啊，叫你们看到你喜欢吃的菜色啊，因为我知道还有一个住美国芦洲朋友，有没有吃过啊？冰柚啊，好，那分数也是90分哦，相当不错了哦。好，在地风情。啊，不错啊！啊，老店古早味啊！好，一碗就一早就吃完这个相当丰盛的一餐。那他们还有炒面，我下次再吃吃看啊！好，那总共是125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好，好，感觉这个相当在地啊、哦。那各位来就祝我们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再是这个在地朋友非常喜欢吃的民权路小笼包，我应该没有说错了啊、哦。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，哦，也是在排队啊，所以这个要稍微排一下啊。好，这边是饮料的价钱。好，那可以看到这个小笼包就在后面现做哦。好，歪龙呢跟那个咖啡。咖啡你要喝冰的。啊，冰的，哎。哦，要。西瓜酱还是直接加？哎，直接加好了，中辣。这样够吗？再一点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好，这样多少？哎，刚好100。刚好100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哎 ，OK， 哎，好，拜拜。哎。好，一样说这个在地朋友的最爱啊。
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就是民权路小笼包。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啊，其实这一家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有吃过了，好像啊。一样是这个老面的面皮啊，然后加上这个店家自制的辣椒酱。嗯，哦，它汤汁不会很多，嗯，好，这样这个辣椒酱就蛮美味的，它应该是辣豆瓣吧，哦，好 ，N 嫂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小笼包，因为她比较喜欢那个汤汁不要太多的哦，然后这个辣椒酱是甜辣甜辣的。然后还有这个豆瓣的香味啊，嗯，蛮好吃，嗯，好，如果是不喜欢吃汤汁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小笼包，这个就适合你啊。它有汤汁啊，就是不多了哦。然后这个外皮就很清香。啊，像很好吃的小包子这样。嗯，赞。好像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哦。生活这个在地朋友喜爱的小笼包，然后的确他也非常客气啊。好，这样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就鲜肉馅跟这个葱花啊。嗯，好吃啊。好，因为我吃饭的头上还有燕子经过，那我得快一点。好好吃啊，哦，啊，分数是90分，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叶家的，啊，个人啊，哦，OK 不错。好，这是咖啡啊。咖啡就普通啦，就搭配小笼包不错哦。清醒的这个好朋友哦，让我从这个很疲劳当中清醒一下下哦，因为我是上夜班的啊，不是以吃东西为生的哦。好，谢谢各位朋友。哦，燕子已经飞走了，刚刚就从我头顶上这样飞过来了，哈哈哈。好，那就从这边就可以走到刚刚那个小笼包店，带一点点的街景，哦，这两家都在附近。好，那重点就是喜欢吃那个汤汁不要太多小笼包，这家就是你的好选择。好，重点这个小笼包是现做的，所以现做就是最好吃的啊。好，一笼10颗，80块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